屬羊嘅你今年麻麻地喎，點解啊？因為運氣排第十就桃花排第九，咁其實又唔係話差得好緊要嘅喎。因為去到龍年你屬羊咧，有啲人話三刑六沖，就話你今年呢個太歲犯太歲嘅一種，咁其實屬羊同埋呢個屬牛咧，今年都唔係犯太歲，因為今年犯太歲比較少嘅，犯太歲得三個生肖嘅啫。咁屬龍犯太歲，屬狗沖太歲，屬兔咧叫太歲相穿到好輕微嘅，所以屬羊嘅你，即使你唔放心去涉下太歲都唔緊要嘅。咁但係你有心理準備嘅，今年唔係犯太歲年嚟噶。不過今年咧唔係好利腸胃消化統，咁牛龍羊狗你呢四個生肖咧先天腸胃都比較差嘅，所以屬羊嘅你雖然唔係犯太歲，咁但係飲食方面都特別要注意，尤其是農曆三、六、九、十二月呢四個特別唔利腸胃嘅月，所以食嘢咧就要小心少少，生冷嘢、煎炸嘢盡量食少少啦，唔係貪口福就壞咗腸胃啊！咁就真係棘手啦。咁尤其是去到嗰啲假期前啊，特別留意小心，唔係影響你個假期啊。咁今年吉星有太陰派陰，為女貴人之助，如果上司拍檔下屬女人，今年都特別容易有幫助噶。咁空星有囚獄，咁囚獄唔係坐監嘅意思，咁就入普通是非星嚟嘅啫。咁今年你屬羊咧，是非又唔係特別多，都係農曆三、六、九、十二月都係是非月，都係腸胃月，稍微要留意得噶啦。咁運氣方面咧，因為今年水火互換年，寒命人會慢翻少少，平命熱命人咧，如果過去兩年個運氣持續到咧，今年都係唔錯嘅。如果過去兩年運氣已經明顯下跌啦，今年咧追翻少少上嚟，等佢下跌得唔好咁快啦。所以寒熱平命人運氣方面，寒命人慢翻少少，平命熱命人睇高少少啦。